啊，可以坐呢部车。系咯，拍系咯，拍过嚟咯。入咗去咯，哎，快来咯，来咯，嚟啦，好使长啊呢部车。开车后没多久，大家都睡着了，而我还是保持着清醒，有点像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这样的情景哦。经过大约两小时的车程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康州的 Foxwood 大赌场。1988年，美国国会通过了《印第安赌博管理法案》，印第安部落可与州政府合作设立赌场，于是全美赌场度假村遍地开花。现在全美大约有400多间赌场是由印第安部落在经营，而康州开设的快活赌场就是如今世界上最大的单一赌场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到达的 Foxwoods Richwood Casino。我发现这里的赌场，小孩子也可以进去，而且没有人管。因为这边除了赌场之外还有很多名店，而且商品都比较便宜，大家都可以疯狂的购物，所以很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逛商店。哇哇，买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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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
一层有99个房间。很早，没有人赌，还早。只有零星的人在玩那个老虎机，我不会玩。昨天有看一下就算了，能有一年，有龙虎啊。100，中国元素，打鼓啊，熊猫啊，这样子，熊猫也去。早晨。这个它是这个广场的啊，现在是印第人在的，印第人在管理的，所以就有个印第人的雕像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我们现在从康州回波士顿，基本上要参加一个婚礼。回去我们还是坐这种豪华的长轿车，然后车上的食物和饮料我们都是可以随便吃随便拿。给那个人统一借两个，车没开多久大家又睡着了，于是我又开启了我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模式了。只不过这一次最后我也累倒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在妹的衣服上面流口水呢。